主，你告诉我们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求你扶持我们的信心，坚定我们的心志，总是先寻求你，不只是好像一个要求，而是里面的启示和亮光，知道我们需要靠近你，我们需要渴慕你，因为这是生命的最基本的事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办退休会。主啊，圣愿我们不是只有聚会，而是有你。不只是我们喜欢来退休会，是因为我们喜欢来见你。谢谢你让泰国我们容易找到地方，在费用上也是我们容易承担的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聚集，甚至因着你的恩典，也有许多人从各个地方，他们付更大的代价，愿意与我们一同聚集。无论是他们，无论是我们，我们都是你的儿女，而我们的聚集最宝贵的是你，最忠心的也是你。主啊，是的，你是我们的忠心，是我们的对象，因为我们要来见你，也要来被你看，要来与你相聚。所以求你这几天是恩典给我们，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，释放我们的时间，也释放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来。也愿意你，甚至我们求你在我们前头行。主啊，把那一个场地的天空给分别出来，是干净的，是你可以敞开天上窗户倾覆于我们的，甚至让附近的人都感觉那地方气氛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你的荣耀的云彩在那里。谢谢你，主啊，不是我们比别人有什么长处，乃是我们顺服你的话，也知道我们的有限和需要，所以我们来寻求你。你就照你的信实和慈爱，是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因着恩典的丰盛，我们欢欢喜喜对你说感谢耶稣，感谢主，因为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，因为你的同在环绕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到如今都帮助我们。我们愿意永活的神，继续把你的荣耀、你的美丽向我们彰显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发出这样的祷告，说：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，如今还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你的荣美，在你的殿里求问。主啊，是的，让爱慕你的人都瞻仰了你的荣美，让需要你的指引的都在里面求问，而且得着答案。谢谢你，永活的神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，继续迈出得胜的步伐，因为你是得胜的。赞美你，主啊，是的，我赞美你，我敬拜你，因为你配得，因为你本来就是神。所以愿你的儿女们，当我们把心、把时间分别出来，让我们在你面前俯伏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敬拜，在你面前赞美，你就居住在我们的赞美中，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所居的地方。谢谢你，主啊，是的，赞美你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爱慕你。谢谢你带领我们到如今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向前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为建堂的事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你，愿你继续带领我们向前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唯独你得着荣耀，因为你的荣耀是我们的宝贝。
谢谢你。我们愿意你不只向我们彰显你的荣耀，而且向许许多多的人彰显你的荣耀，甚至在这地透过你的教会彰显你的荣耀，让人不能不说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真在你们当中。主，我们实在没有别的可以提的，我们只说是因为你，所以我们宝贝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的恩典。我们也特别纪念林爸爸、魏老师，他们下个礼拜要去西富。主啊，愿你祝福他们。特别在亲家那边，他们还没信主。主啊，愿你祝福这对夫妻，成为他们娘家的祝福，让他们发现在你里面结亲是何等的有福。我们仰望你，也保守他们，让他们所做的，因为他们敬畏你，就都亨通。在各方面，他们所无法控制的各样的因素，因为你的怜悯慈爱，你都掌管赐福给他们，也引导他们平安的来到我们中间，在退休会一同来寻求神。谢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出埃及记第25章第1节到第9节，孩子们，你们的圣经准备好了吗？这一次去北美，我就更觉得我们当中的孩子有福气，因为北美的第二代的孩子基本上差不多都不会中文，要么就是非常的有限，连听都很有限，更不用说用说的，更不用说读。原来那个环境使得他们好像不觉得需要学中文，但是这个时代学中文是全世界的运动，所以如果我们能把中文学得更好，尤其是我们当中的孩子，对你会很大的帮助。好，请25岁以下的孩子站起来，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，出埃及记25章1到9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要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、银、铜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、细麻、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狗皮、皂荚木、点灯的油和做膏油和香的香料、红玛瑙及别样的宝石，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。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，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好，谢谢。在这里，神晓谕摩西，叫他告诉以色列百姓，叫他们给神送礼物，而这些礼物是要做圣所以及圣所里面的器具。神说，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当我读到这一段话，我心里面就很感动，我不晓得你觉得如何。神说，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住在你们中间。弟兄姊妹，神喜欢跟我们同住。请你问旁边人说，那你喜欢神来住吗？
神说为我造圣所，为什么？好让我可以住在百姓的中间。神可以住在他的百姓的中间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还是很喜欢跟我们住在一起。北美有一种现象，就是很多的孩子读大学的时候故意要选离家远一点的地方，对不对 Danny？ 对不对？对哈，故意选离家远一点的地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爸妈就不容易来看他们。因为他们早就不想跟爸妈住了。这一次米勒牧师他们来到我们中间，米勒师母提到他在亚特兰大服侍，他们以前在阿根廷，阿根廷是非常看重家庭的，结果他们去亚特兰大服侍，他觉得有一点很挫折，就是孩子好好训练，训练到十七八岁读大学都通通走了。后来他发现还不只是孩子想远走高飞，有一些父母迫不及待要把孩子赶快送走，原来太烦了，已经十七八年已经耐不住了。弟兄姐妹，神喜欢住在我们中间，你会不会觉得神跟我们住的让你烦了？还是你根本从来没让他跟你住过？还是你觉得有神的同在真是非常好？我真希望神一直住在我们中间。神说他要住在百姓的中间，我们常提过耶稣基督的信仰，或者圣经所启示的信仰跟许多宗教有的差别，其中一个就是圣经里面启示到关乎神占很多的篇幅，所以神学上的研究第一个系统神学第一个题目就是神论，就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其他的信仰你问他你的神是怎样的一位，通常他讲不太上来，因为从来没有在想说要认识神是怎样的神，以为拜了神那你祝福我就好了。但是圣经把神按着人所能了解的讲得蛮清楚，确实是需要认识神你才知道应该怎么拜他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圣经就讲到启示到很多关乎神的事情，以至于我们在唱歌歌词里面很多都是关乎神的内容启示和信息。这一次因为机票的缘故，我必须从多伦多直接飞到台北，那是一个蛮长的路程，那我已经很疲倦，所以我一直祷告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啊，让我在飞机上多睡一点，因为我在飞机上不是很能睡，只有一次实在累到不行了，我搬家的第三天就出发去美国，那一次就一路睡，睡到人家来接了，上车又睡，然后去家里吃完饭又睡，
真的实在累到不行了，所以我就主啊，让我可以好好的睡，因为我到台北是本来以为5点，结果是4点就到，然后10点钟有一个按摩的礼拜，我必须要有一个短讲，所以我平常时差是非常严重的，所以我说神啊，让我好好睡，所以我左右的都不理他们，我就能睡就睡，然后读圣经祷告，结果要下飞机之前。大概剩下1个钟头左右，旁边一个妇女，她跟我说她70岁了，她就跟我说：“我看你在读圣经，你是不是牧师啊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我是牧师。”哈，她说：“我看你的气质就像牧师。”然后。他就说，他都有去教会，他觉得教会的诗歌非常好，他很喜欢。因为诗歌里面都讲到关乎神，所以我跟他说，喜欢诗歌是好事，认识神更好，所以不要只去教会，要好好的认识神。在这里，圣经告诉我们说。神喜欢跟我们住了，还不只是有神，这位神还不只是荣耀、奇妙、神圣的神，不只是有大能愿意赐福我们的神，他还愿意住在我们中间呢。弟兄姊妹，但是问题是你喜不喜欢他住在我们中间？我很喜欢他住在我们中间，甚至这些年，我觉得教会或者聚会如果没有神，那就是可怜的，是贫穷的。这也是1989年我们在板桥服事的时候，神给我们的亮光。让我们发现，教会最宝贵的不是建筑物，不是人数多寡，不是事工多少，而是有没有神同在。人类神才是教会的宝贝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回转。聚会不在乎灯光音效。不在乎讲到底多么精彩，诗班声音多么和谐，这些都是必然有的，而能够好也是好事，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那聚会也是空洞的，就只剩下人的东西而已，所以。我们就坚持在神面前有一个心志，神啊，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要你的同在，聚会一定要你在我们中间。感谢神，我刚刚提到这一次再去多伦多这个教会。我就礼拜天在他们当中领会，结果后来这个牧师，我们有时间一起吃饭，因为我们很熟的朋友了。他讲一句话，也给我很大的鼓励，因为跟我一样，那时候看见神在老米勒牧师身上的工作和恩典，我们都很羡慕。所以他就去申请在那附近的一个基督书院去读书，好让他可以参加那个教会。所以他比我更有福气，我都只能偶尔来，还要花很多机票。但他就住在那里好几年。那这一次，在他们当中聚完会，
他就说他很感谢神，他说从我们带领聚会，他发现这二十几年我们从老米勒牧师那里所学的，他说你保守得非常的好啊。这也当然也是我们很感谢，因为当初这也就是神让我们看见最宝贝的事，就是渴慕神。我跟他说，其实许多人也渴慕神，渴慕神的同在，但是常常渴慕神的当中是希望因为有神，所以神来帮助我达到我的目标。因为有神，所以他祝福我所有的事工。我说神让我们看见的是因为神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，我们就是单单要得着他，聚会就是单单要他让他的心可以满足，我们喜爱的是他同在。那我们知道因为他的爱跟怜悯，因为他的大能，所以当他同在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做很多的事，但是后面的那个事是我们需要的，却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后面的事是必然有的，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，因为神的大能，医治、释放、安慰、拯救是必然有的。但是神才是我们追求的重点，所以这些年神保守我们的心没有偏离，神也是这样的恩待。那他另外跟我讲一件事，他就鼓励我可以参加他们当中神对他们说话的。我也觉得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有听说，只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是卑微的，所以这些事让这些其他的比较尊贵的这些传道人去做好了。那他提到神既然给我们这个恩典啊，所有的恩典都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应该大家来分享，大家都一同蒙福。所以他鼓励神给我们的也能够放在他们当中，我相信这也是美好的。那今天要再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，就是为我造圣所。为什么要为神造圣所？因为神喜欢住在我们中间，神喜欢住在我们中间。为什么？我相信就是因为他爱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自我满足的一位，他没有什么缺乏。既然他没有什么缺乏，他也就不需要我们一定要给他什么他才能快乐。但是他的性情，他就喜欢跟人一起住。而这些年在神的同在当中，真是感觉到何等的蒙福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神带领我们，从刚刚桂芬姐妹提到，在2000年的时候，神让生命的江河流到我们中间，那是他彰显他的恩典的一个方式，好像圣灵好像江河一样，把生命的活水带到我们中间来。从此
神就一点一点启示我们，吸引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就持续的跟随、追求。那神呢，在我们当中做许多奇妙的工作。当然，神要让我们认识他，是一点一点来。神要让我们认识他的旨意，也是一点一点来。所以，神让我们渐渐的体会到，他不只是好，而且他喜欢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可以一直有他，得着他，更认识他，而且因着他的同在，他彰显许多奇妙的作为。其中，我相信最宝贵的是，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里面有越来越多天上的。我曾经多次提到，基督徒有两个生命，一个是天然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并没有因为我们信耶稣就不见了，这生命还是在，而且这生命的性情还是非常的活跃。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，我们有天上的生命，这生命也是非常实在的。而这生命，如果我们继续的成长，它会继续显出这生命的大能和品质。而这生命是神的生命，所以它是神圣、清洁、良善、公义的。而这两个生命会相争。一个是为了满足自己，一个是为了顺服神。而满足自己的结果，常常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祸患，其中就会带来像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讲的，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，很多的污秽、奸淫，这些愤怒、恼怒、增进这些事情，都是由天然的这个生命出来的。而如果我们认识，以至于我们不愿意这些生命、天然的生命的性情、样式显出来，给我们造成伤害、造成痛苦，给我们所爱的人造成伤害、痛苦，给这社会带来祸患，我们就必须顺从圣灵，而靠着圣灵去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好叫我们可以带出爱、带出喜乐、带出平安、带出恩慈、良善这些美好的事。我相信这也是神喜欢住在我们当中的原因，因为只有他在我们当中，才能够把天然的事，才能够把属天的生命的需要供应我们。当我们跟他接上，我相信有许多人有这样的经历，在我们个人与神亲近，在聚会中，当我们与神连结的时候，好像天上的泉源敞开，那生命的大能像江河一样涌流在我们里面，以至于我们生命就饱足，就被喂养，就被更新，就被复兴。不只是我们的信心兴起，相信神的大能，而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成长得胜。另外，就是在人所不能做到的部分，因着神同在，他会做奇妙的工作。就像出埃及记我们读的，以色列百姓哪里有办法能够离开埃及？
即使他们起来拿着锄头拿着砖头来跟埃及人打，他们也离不了埃及，而且几乎是不可能可以得胜的。那是在他们当中，神用他的大能败坏埃及地，使得法老跟他的臣仆谦卑绝望，把他们放出去。今天对着新约时代的神的百姓而言，神的同在，神与我们同住，也是绝对的必要。弟兄姊妹，圣愿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真理，这个恩典，就是神与我们同住实在是绝对必要的。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，在你的家庭中，你是不是觉得神与你同住是那么重要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不只需要神，我们可以得着神，而且他可以一直住在我们中间。这是神吩咐以色列百姓为他造圣所的原因。圣所原来中文就直接把它翻成圣所，其实我们就发现神所造的圣所是一个会幕，而会幕里面有许多的器具，而这些器具就是在表明神跟人之间，人要见神，人需要被洁净，因为人是在最终生，在最终养的。所以第一个器具就是祭坛，那是献祭的地方。第二个器具是洗濯盆，是给服侍的祭司洗手洁净身体用的。所以神也就告诉我们，要朝见他，洁净是非常重要的，身体洁净，心灵洁净。我记得当我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，跟另外一个传道人住在一个弟兄家，而那弟兄的房子不小，他还很喜欢传道人住他家，那我们也就省了房租，所以我们就一个人住在，两个人都住他家，一个人住一间。而那另外一个传道人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我们一起住的时间很短，我发现他每一次要去聚会前一定先洗澡，他才会去聚会，因为身体的洁净也是神很看重的。当然神更看重的是心灵的洁净，当然有一些地方没有那种条件，每一次聚会前都可以洗澡。我们去大陆服侍，他们告诉我们，在北方冬衣穿上去以后要到端午才脱掉。我有一次去服侍，坐火车之后要再换汽车，换了汽车再骑脚踏车，我载着师母骑了40分钟的脚踏车，虽然是摄氏零度，但是骑到那里的时候连卫生衣都湿了，你知道这种感觉。所以我就到了以后，他们就接待我们啊，问杨老师有没有什么要求，我说可不可以让我洗个澡，他们找不到地方可以让我洗澡，因为没有洗澡设备。但是在圣所是可以有洗濯盆，
为什么？因为神看重干净。所以我们要接着读到利未记，他说神说他是圣洁的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。因此呢，在圣所，在会幕的一开始的器具就是洁净用的，因为人要见神必须洁净。甚至进入圣所里面的三个器具，一个是灯台，一个是陈设饼的桌，一个是香坛。灯台表明神的光，预表神的光，或者说神的儿女是应该发光的。陈设饼的桌预表着神的话语是粮食，是我们心灵的粮食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都会读圣经，因为神借着他的话启示他的真理。相谈意思就是祷告，也就是说这三方面要能够有好的功效，它的基础是洁净。因此要进入圣所之前，连服侍的祭司都必须先把身体弄干净了。神喜欢跟他的百姓同住，这也就是为什么神吩咐摩西要为他造圣所。那为什么神要吩咐摩西造圣所的时候要告诉他，你要照我指示你的样式去做？因为人要亲近神，人要敬拜神，人要向神献祭，人不知道该怎么献，神才会喜悦，所以必须神来启示。因为人进入罪以后，人跟神隔离，所以人不认识神，所以许多的事对着神的人不知道怎么做，所以必须神来告诉我们怎么做。那神不只告诉他们要造圣所，好让他可以同住。我们在出埃及记也开始读到，神开始告诉他们十条诫命，然后再告诉他们一些律例，一些典章。典章其实可以说是对十诫的应用的一些解释，或者一些细微的规定，比较仔细的清楚的来教导。所以十诫有一点像宪法，典章有一点像法令，或者说法律。而这些这两方面是不彼此抵触的。那为什么神要颁布这些？就是因为他要他的百姓是洁净的。而照这些，照着神的诫命，照着神的律典章，这些法令来遵行，你就成为洁净的。所以呢，圣所是一种礼仪上洁净的一种表达，而在日常生活遵行神的诫命典章，那是在生活上洁净的一个表达，而这两方面是必须结合的。而当百姓这两方面都结合的时候，神就会喜悦住在他的百姓中间。要不然，尽管神住在他们当中，要么百姓就会很多的管教，要么就是神心里很难受。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继续读下去，以色列百姓的情况就是这两种状况占大多数。一个就是神的百姓常被管教，一个就是神的心很忧伤，
而神的心忧伤的时候，他就兴起先知来对百姓说，你们不应当这样。而当时百姓连先知的话都不听，到最后的情况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以色列。在以西结书启示到神的荣耀离开圣殿，而那个圣殿就变成一个空壳子。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始读诫命，开始读典章，然后再来读到利未记，讲到那些讲到宗教的礼仪，就是敬拜神的献祭的事情，这些细微的神的定规，最主要就是神希望他的百姓是让他喜悦跟他们同住，而且因着神的同住，这些百姓是蒙福的一群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，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说，他把他们带出埃及，他希望以色列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，成为圣洁的国民。祭司的国度，祭司原来就是在神的殿里面侍奉神的一群人。圣洁的国民，它有两方面的意思，一方面就是被拯救出来归给神，他们不再归给法老王，他们是归给神的一群，而且是照着神的诫命典章来遵行，是清洁的一群。所以神说他喜欢跟他的百姓住，为什么？他跟他百姓住，他的百姓就可以好好敬拜他，因为神在他们当中。这也是我们在聚会中我们非常强调，我们不希望只是在这里唱诗歌给天上的神听，我们希望唱诗歌给在我们当中的神听，他喜悦在我们当中听我们唱歌。我常常用这个来形容老米勒牧师，许多参加他带聚会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，就是当他开口唱诗歌，你就感觉好像神就来到聚会当中，因为神喜欢听他唱歌，听他祷告，所以那聚会真的蛮有神的同在。而当然在神的同在当中，人就很蒙福。神他应当被敬拜，但是他喜欢在他的百姓当中被敬拜。我们也喜欢神与我们同在，然后我们在这里直接向他歌唱，向他赞美。那要满有神的同在，神就要他的百姓成为圣洁的国民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圣洁的。 也因为这个缘故，为什么基督徒在一般的人的眼中是会被尊重的？是因为这一群人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接着来读出埃及记的后半，民数记，甚至读到利未记，然后再来读民数记、生命记，都会不断的讲到诫命，讲到律例，讲到典章。请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觉得这是旧约圣经的事情。为什么？神要让他的百姓成为圣洁的国民，就是你们遵守这些，你们就会圣洁。就像每一个国家的法令，你遵守法令，你就没有犯罪，没有犯这个国家的罪。
而我们没有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我们就没有得罪神，而没有得罪神就是圣洁的。虽然这些是旧约的时代的事，但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是要什么？是要成全。”也就是耶稣来，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再遵行这些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而是耶稣来，他拯救我们之后，让我们可以遵行。这就是在先知书上所说的，过去他们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，但现在重生的人，律法是写在心板上，借着圣灵写在心板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当神借着圣灵重生我们，神就借着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里面就有天上的生命，而这个天上的生命是把天上的这些诫命、律例、典章都放在那个生命的里面的。我们发现，人生在这地上，许多的时候你没有教他，人的天性他还是会显出来的。我们就发现了，恩光还很可爱，但还是个小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孩子从小一开始，我们都觉得好可爱，但是那罪恶的天性就会慢慢冒出来，也不用教他，为什么？他有罪恶的天性，因为他在罪那里生的。所以，当天上的性情、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重生以后，那个生命的性情就自然的会开始发展。所以，小圣人就会慢慢的出现。而当这生命继续的成长的时候，那个神圣的部分会不断的加添。所以，这也是我们一直为我们的孩子祷告，就是让他们真的遇见神，心归向神，然后追求神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因为那天上的那一份起来，他就是圣洁的国民。你不用一直去催他，你要圣洁，他里面就自然会渴望圣洁，而且有能力圣洁。而这样的生命，是神非常喜悦住在他里面的生命。这就是一首歌。可能待会我们有时间，我们再来唱他这一首歌，说：“愿我的心成为你圣灵的圣殿，愿我的灵感到你拥抱的温暖，因为神在我的里面呢，当然可以感到他拥抱的温暖了。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，让你怎么样乐意居住，让你很喜欢来住。”而且呢，让你住得快乐。让神喜欢住在我们中间，而且住得快乐，以至于那真的是极大的祝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说他喜欢跟我们同住。如果我们也喜欢让他同住，而且让他，我们也在乎他是不是住得快乐，我相信这是很美的事情。我们家这一段时间一直住很多人，我相信人多人少是一回事，大家住得快乐是一回事。你阿门吗？我们家无论两个、三个，我喜欢你跟我住，我也喜欢让跟你一起住，我们都住得快乐。
那是何等的美好。神喜欢跟我们住，我们也喜欢他来住，而且让神跟我们住的快乐，那是何等的美好。他是神。而我们的神本来就喜欢跟我们住，问题是我们喜不喜欢他跟我们住，问题是我们让他跟我们住，他住得快乐吗？所以我们再来读这些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，圣愿我们不要觉得这些是过去的吩咐。当然在新约时代，神对这些应用有一些是主要是抓住那个原则，而不是那个细节。但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原则呢？最重要的原则是神喜欢与我们同住。最重要的原则是我们喜不喜欢他同住，我们让神住跟我们住的快乐吗？以至于他会喜欢一直在我们当中吗？那你说，牧师，那旧约的时候他们造会幕，后来所罗门盖的圣殿，那今天圣所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，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。从圣经的角度，什么叫做淫行？特别是身体的淫乱，就是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都叫做淫行，包括结婚前的，包括结婚外的，包括外遇，都是淫行。那他说我们要格外的保守，为什么？因为许多的罪都是在身子以外，可是淫乱的罪是在身子里面。而我们这个身子是什么？我们这身子就是圣所，就是圣灵的殿。当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以后，神的圣灵是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所以我们的身体成为圣所。因此我们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身体的清洁圣洁，以至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会喜悦，他会快乐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进到神的宝座前的时候，我们里面会格外感觉到饱足温馨。因为其实从某一个角度，至圣所是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在那里与神亲近的时候，好像神不只在我们外面，也在我们里面。这是有许多人他们被教导追求内在生活，很多人说你要追求里面的耶稣，因为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你要往里面去追求。有一些人听了就很糊涂了，
甚至他们常常会问说，牧师，圣灵充满是从里面出来，是从外面进去？按照圣经这样说，是都有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有许多的时候，神的灵的工作好像从里面带出来。但是当然也从有许多人就经验，哎，神的灵临到我是从上面浇灌下来。当然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神不只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他也还在你外面呢。他如果只在你里面，那我们呢？我们不没有了吗？是不是呢？他因为他是以灵的状态存在，所以他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他又可以充满在天地当中。阿们，这就是他的奇妙。所以许多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，我们里面有感觉，外面也可以有感有经历的，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们里面，也在我们外面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新约的时代，圣所是指着我们的身体。请你跟旁边人说，圣所是你的身体，是我们的身体，所以要好好保守我们这个身体。因此呢，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行为，都要好好的保守，好让神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得高兴，神也就很乐意跟我们同住。那当我们聚集的时候，有一些人会觉得说，那我自己单独追求也很好啊，没有错。可是当我们聚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感觉是比较强烈。为什么？因为好像神的灵在他里面工作，也在你里面工作，旁边大家连在一起，好像神的灵充满在这个地方一样，所以你会感觉到那种同在是更加的强烈。当然许多的时候，这样的强烈的同在是可以带出一些实际的属灵的影响。就像我刚刚提到，在加拿大那群弟兄姐妹，神的仆人，他们聚在一起，甚至把加拿大整个政治都给扭转了。所以神也喜欢他的百姓聚在一起，就像柴火，你单独一块很容易就熄灭，但是你一块一块加上去，它就不断的烧，而且烧得很旺。一块柴火即使全部烧也不会脱旺，甚至呢也很快会熄掉。但是当很多柴火不断加上去，它不止烧得很旺，而且可以烧很久。因此呢，我们不仅要保守自己的身体，我也深愿弟兄姊妹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现在在考虑建堂，礼拜堂不是圣所，礼拜堂不是圣殿，我们的身体才是圣所，才是神的殿。那礼拜堂的功用是做什么？礼拜堂的功用是让神的百姓聚集，因为神的百姓需要。我们不只需要敬拜，我们需要学习，所以我们需要教授，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活动的场所。一方面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，一方面是为着宣教的需要，为着关怀人的需要。宣教是一个很大的统称，有一些人借着个别出去传扬福音，个人谈道来宣教；有一些人借着做社区的服务来宣教；有一些人借着一些办孤儿院、养老院、麻风病院，甚至专门关心艾滋病、专门关心除妓、专门关心吸毒的人办的这种中心，这是他们用来做宣教。那我们要怎么样盖，就是看神给我们要来执行的那一部分，我们该怎么样子来盖礼拜堂。但是讲到宣教，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中心，就是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，今天很多教会讲大使命，
大使命，耶稣是说你们去做什么？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这些人被差遣去的是谁？是耶稣的门徒。他们已经是耶稣的门徒，然后去使人做门徒，这是大使命的中心。所以或许在教会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，有人很能够把别人交朋友，然后把人邀来教会，有人能够传福音，然后他信主让他可以归向主，有人就很能造就他真理，让他在主里面成长。但是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要让他跟随耶稣。因此呢，把人带进来了，我们也要跟随耶稣，不要让他跟随耶稣跟到一半就发现邀我来的并没有要跟随了，所以那以后我也跟他一样就好了，就来做做礼拜就好了，不用跟随耶稣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跟随耶稣。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聚会要有神的同在，因为神的真实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才能好好认识他，我们才能够知道他的道路。甚至因为我们亲近神，我们提到当他的生命永留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才会有力量跟随耶稣，才会有力量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。许多的时候聚会看起来不怎么样，如果你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都来，你可能会觉得习惯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聚会，你就会发现你原先领受那部分很快就失去了，你很快就软弱没有力量。所以每一个礼拜来到神面前向神敞开是重要的事。那我们盖礼拜堂就是为我们需要这个功用，所以我们盖礼拜堂。我们感谢神，这一次去加拿大，后来昨天在台湾十几个小时，有一些弟兄姊妹关心这个事，我就跟他们说教会的一些进度，他们都觉得很感谢神，也很诧异奉献可以来得这么快这么丰富我们的感谢神，就是虽然我们没有一天到晚催赶快奉献赶快奉献，因为神告诉我们的就不是用这种方法，他是告诉我们我们会赚到没有想过会赚的钱，我们会赚到比以前想象更多的钱，这是神要供应我们的。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有大象部队，我们也有蚂蚁雄兵。大象部队是那种百万千万奉献的，蚂蚁雄兵是这个五块十块一千两千五万十万的。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谁是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去年十二月底到现在半年的时间，神供应我们3000多万。我相信许多人不止奉献了，还乐意继续奉献。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。我也相信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建堂的压力太大，我先换到别的教会好了，等到盖好了我再回来。要不然早晚报告建堂的奉献。我们感谢神，神真的奇妙的供应我们。但是不管我们将来礼拜堂怎么盖，请弟兄姐妹千万记得，那不是圣所，那不是圣殿，
圣殿是我们，那个地方是因为我们需要聚集，我们需要有场所来运用，所以神吩咐我们盖。但是有一个非常先决的条件，就是这一群在里面的人，神喜欢与我们同在与否，就看我们在神面前的表现。如果我们喜悦神与我们同在，如果我们照神的吩咐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喜欢侍奉神，成为圣洁的国民，他就会乐意，就会快乐的与我们同住。而不管是小的地方、大的地方，不管是租的，不管是我们自己盖的，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那都是空洞的。而如果有神的同在，那就是美好的。那会不会有神的同在，关键就是在于这一群神的圣所，神借着他的圣灵居住的这些神的百姓，是不是喜悦他与我们同住，是不是保守在神的圣洁里。所以求神是恩典给我们。我也相信我们一直办退休会，不是因为恩友堂的退休会就会好，而是因为有一群人渴慕朝见神，一群人神也很愿意见他，所以两厢情愿，以至于退休会可以很好。如果我们没有想见神，那我们办退休会那就是一件苦差事，办的人很苦，参加人也很苦。神不是只是要求我们遵守律例诫命，而是告诉我们这对我们是最好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这位满有恩典怜悯的神，以至于我们从心灵的深处喜悦照着他的诫命律例来行，那我们就会一直有他的同在，而且会很蒙福。这一次美国的行程、加拿大的行程，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顾虑，就是大卫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把他放在别人家有孩子的家，他有伴，但是不容易。那他老跟着我们，那更不容易。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老跟着这个年龄比较大的爸爸妈妈，他在他们班介绍他们家的状况，他们同学问他一件事说，为什么你们家的人听起来年龄数目都这么大？那两个哥哥都二十几岁。但是神很恩待，非常的奇妙，他很蒙福，我们也感谢神。神就是用他奇妙的办法做到我们根本没有想象也不可能做到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有神的同在真的是很蒙福，我们感谢神。神喜悦住在我们中间，所以他吩咐我们造圣所。那神会不会住得快乐，以至于敞开天上地上所有的福气倾倒在我们身上，那就看我们是不是祭司的国度，是不是圣洁的国民。那我们的神很乐意帮助我们，所以
他不止给我们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他在新约的时代，更是借着耶稣基督成全了这一切，就是把他天上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不需要一定要跑到哪一个地方，而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可以亲近他，而且我们也就可以依靠他，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圣灵的大能，能够遵循他的道，成为圣洁的国民，以至于他喜欢住在我们当中，而我们这一群人聚在一起，当他的同在彰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感觉到那个荣耀、那个奇妙、那个能力、那个恩典、那个怜悯、那个释放、那个生命改变的大能，真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圣灵，我们仍然可以从心灵的深处对他说：“愿我的心成为你圣灵的圣殿。”虽然这一首歌我不晓得唱过多少次了，但是我仍然愿意对你说：“愿我的心成为你圣灵的圣殿。”愿我的灵可以感受到你拥抱的我。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，好让你的圣灵乐意居住。那我可以更多认识你的荣耀，就像摩西，他一次一次的到神的面前亲近他，神也透过他不断的彰显出他的大能，但他里面有一个渴望说。让我可以看见你的荣耀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宝贝，就是这样的奇妙。愿神把这样的恩典也加在我们的里面，以至于在我们个人的追求，在教会的聚会，在退休会，甚至将来。新的礼拜堂盖好，我们搬到那个地方，我们可以说，愿我们可以更认识你的荣耀，因为你在我们中间。愿我心成为你生。到你拥抱的温暖，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，让你生。淡淡的对他说：“愿我心成为你生命的圣殿，愿我灵看到你。”
己对神说，向你向你一生变，
荣耀，主啊，是的，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你的教会，再来更新这样的心智。哦，不管我们还要再唱多少次，让我们心里面就是可以真实的对你说，主，是的，我愿我成为你圣灵的圣殿，让我常感到你拥抱的温暖。主啊，你的拥抱总是我心中的渴慕，是我心中的期待。哦，是的，一次一次的拥抱让我更爱慕靠近你，为这缘故要保守在你面前的清洁，好叫你喜悦住在我的里面。哦，是的，亲爱的主，谢谢你，你喜悦住在我们中间，圣灵，我们也用同样的爱好喜悦你住在我们中间。是的，无论我们在这里多久，或者我们又搬到哪一个地方，我们就喜悦你住在我们中间。你是我心灵最深的爱慕。
是的，愿你的荣耀充满你的殿。主，谢谢你，愿你喜欢住在我们中间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你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就求你帮助我们爱慕，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身体，以至于你住得快乐，以至于你就更乐意在我们中间，以至于你的荣耀可以更大的彰显。谢谢你，特别今天不能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，愿你也让他们知道你喜悦与我们同住，与他们同住，让他们留意保守自己，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。谢谢你，赞美你。所以特别在奉你的名祝福要来的退休会，让我们喜悦朝见你，像你喜悦朝见，像你喜悦看我们一样，以至于你就荣耀满同在，你的大爱就在我们当中，让所有来的都满足都喜乐，就都爱慕你，也就愿你更爱你。听我们祷告，愿拿我们的奉献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仍然站立来领受神的祝福。但愿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赐福给你们，保护你们，愿他脸上的光照你们，施恩惠给你们，愿他笑脸看你们，爱你们，赐平安给你们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，常常借着圣灵的感动而充满，使你们领受他的恩惠，而且恩上加恩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，阿们。我们彼此祝福。